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好，家里边平常啊少不了缝缝补补，用针线缝补呢太麻烦，有时候还容易扎到手。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厂自主研发生产的迷你缝纫机，它可以调快档调慢档，双线双速，小巧方便，可以装电池也可以插电使用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请记得双击关注我，不然在你需要的时候。